药效的药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 小姐来上班了吗？刚过去。喂，胡歌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娇娇，娇娇。 药想弄死你！娇，你这两天吃过没有？吃过没有？没事，我刚拿出来。你跑什么呀？啊！我刚才叫你，你没听见啊？要不是我追得快，我现在就背着一大一小抢救去了。 你知不知道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！我不是故意吼你的，我就是着急。好了，别怕了，已经没事了。还好我写下了保密符，不然看见黑皮有药也不知道是你的。我就说吧，有偶像保佑，你和宝宝一定会平安的。 刚刚接到报警，伤你的人呢？他往那边跑了。你们俩赶紧把他送医院。快！还真是黑皮刚的。你看，这刚动手的时候我抢回来的，是黑皮的枪吧？雷姐死了以后，那小子就一直不对劲儿，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想弄死我。 还想弄死娇娇？要是我们没逃过这一劫，跑来告诉你，估计他下一个要对付的，就是虎哥你了。你不是打电话跟我说找我有急事儿吗？说你手上有个东西。嗯。啊。 就是黑皮换我药的事儿。丫头已经在路上了。 交货之前要先跟卖家认个脸。这事儿本来是我安排黑皮去办的，你去。行，虎哥放心。黑皮这个窝囊废，居然还能干出这种事儿，我还真高干他一头。他那边我会处理，你们俩不用管了。你谁呀？打开柜子，看看里边什么东西啊。喜欢吗？ 你谁呀？胡哥，什么难啊？没跑路。 等着我上班。胡哥，我一时冲动，再给我个机会。你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别为难我。 你自己还的药，自己给我吃了。胡哥，胡哥，胡哥，啊！ 为了个死了的娘们断自己的路，不值得啊，黑皮。今天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以后我放聪明点。 烫好了，哎，腹部还痛不痛啊？不痛了。不是，你这头包的也太夸张了吧？这我都没认出来你。不包你更认不出来。 你来探病都空手来的，警察送你来的医院？那当然了，三好市民见义勇为，警察当然得保家护航送我过来了。然后他们今天上午又来了一次，给我做的笔录。你怎么跟他们说的？有人打劫，把我给打了。放心，没提你。 机灵，嗯。强哥，嗯，经过昨天晚上那一劫，我想清楚了，我那份钱我不要了。你也别和虎哥那帮人打交道了，就别回豪庭了。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，不过你放心。 用不了几天啊，你强哥我就能脱身，到时候啊，请你吃顿大餐。哎，强哥，你不是让我和丁丁套近乎打听男朋友的消息吗？然后他嘴特严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上周六我去他们家修电视，我碰见个男的，我和他打招呼，他理都没理我，低着头就走了，看样子特紧张。那男的长什么样啊？斯斯文文的，他们戴着眼镜。阿德没事吧？没事。他在丁丁家撞见了方林。秋虎这么谨慎，按理说不可能放方林出来的。八成是偷溜出来的，估计在作坊憋坏了。 出来找小女朋友甜蜜甜蜜。阿德撞见方玲后，丁丁跟阿德说，周六下午都不准去他家找他。我觉得这就是他和方玲定期见面的时间。太好了，只要能挂上方玲，就有机会摸到毒物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张显赫快给秋虎打钱了，他现在很信任我，要求秋虎出的每一笔账都要经过我签字。 还要让我查完账之后，再跟他通个气。这是最近的一笔汇款，看这钱数，应该是给麻黄草卖家打的定金。楚娇娇，这是要给你什么？不知道。昨天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一见我就跑，好像很怕我。不对，现在我们去她家一趟，看看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。 娇娇，娇娇，人不在，上来吧。办公室，嫂子早上来过。这，要不打电话问问娇姐？关机了。啊，跑哪儿去了？这玩意儿知道跑哪儿去了？你看后来去么不消停。我去家里看看。回来。 那娘们敢偷钱偷枪，肯定不会在家里等我上班。怀着孕呢，身边离不了人。你去她老家乐从找找。跑得这么突然，肯定出什么岔子。问清楚什么情况，带不回来直接弄死。 从相机里存储的照片来看，这台相机是程叔的，应该是聪子在行凶后从程叔身上偷走的。没想到，做了这么半天林强的身份，最后报在了接头人身上。除了楚娇娇，会不会有其他人看到过这张照片？不会。要是早有人知道的话，楚娇娇也不至于逃跑。她怕警察，也怕告诉秋虎林强的身份。 所以才一走了之。照这么看来，秋虎发现楚娇娇不见了，一定会起疑心，想办法把人抓回来。我们一定要赶在秋虎找到楚娇娇之前把人摁下。曹大，我马上去查交通点的监控，想办法抓回楚娇娇。林强那边进展怎么样？林强说，麻黄草一到，秋虎就会带他运料头到毒窝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个更快的办法，能摸到制毒点。林强推测，方林每周六都会和丁丁幽会，地点就在丁丁家。 漏网在即。林强给到的汇款账号查到了吗？哦，查了。款项汇到了一个叫派盛家具有限公司的账户上。这个派盛家具的老板是一个叫吴振发的邵州商人。目前，这个吴振发已经入住了岭南的一个酒店。料头也到了。好，李岩，你马上带人去布控丁丁住处，记住。 一定要挂上方林。另外，派三组盯紧吴振发。是。楚娇娇既然和你打过交道，你就把她带回来。那跟林强的接头怎么办？抓捕在即，减少环节，卧底直接和我对接。是。在哪儿啊？回我电话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还没睡？哦，快睡了。这么晚找我干什么？秋虎那边一切顺利吧？我盯着呢，放心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明天有空吗？陪我去趟丁丁家。丁丁。 你们俩还有联系啊？我看了你给我的秋虎的出入账记录，除了几笔大宗款项外，还有一笔小额汇款，是转给丁丁个人的。看这数目，应该不是工资。秋虎为什么会给丁丁钱？一定是他觉得丁丁有利用价值。你想多了吧？一个服务员而已。 胡哥拿他有什么用？方林啊，他跟我讲了他和方林的关系。我猜想，虎哥为了笼络方林，才肯花钱笼络丁丁。你不都跟秋虎合作了吗？他惦记着方林干嘛？投秋虎能赚几个钱啊？得到了方林，整条线就都是我的了。 别忘了，把虎哥惹毛了，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。秋虎现在就是秋后的蚱蜢，蹦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明天方林会去丁丁家，我要你控制住丁丁，别出什么岔子。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办。嗯，行。明天再来找你。早点睡。 老大，张显赫太不好对付了。车啊？看不行道啊！哎哎，你别逗我们啊！你还有理了？说吧，等着啊！多少钱能解决？多少钱都解决不了，等交警吧。你干嘛？哎，哎，你把我钥匙干嘛？电话已经打出去了啊！谁也别想走，走不走？ 哎，车不要了！哎，过来！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快！怎么办？现在行动吗？别急，先等等。 不能进去，还挺快啊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，你要是带走方玲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虎哥知道，我帮你劫人，我还活得过明天吗？不行不行，咱得合计合计。不用担心，等这事办完，咱们就离开岭南。至于你想从虎哥那儿赚的钱，我会加倍给你。 没人，要不咱下次吧？咱下次，下次。开门。怎么开啊？你不是最擅长撬锁吗？怎么，失忆了？还是不想帮我？ 高总注意，虎哥出现，一旦离开冰烧店，马上跟上。喂，老大，林家会想办法放方林跑，方林出来以后，你们务必要跟踪。收到。 谁允许你离开的？我就是过来看看丁丁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想女人了？还是怕她跑了？理解。兄弟。 想留住丁丁其实很简单，但是，虎哥，虎哥，我求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虎哥，你放了丁丁，哎，听你的，虎哥，求求你放过丁丁，丁丁，你不要，你别放开他，你别干什么。爹爹，猴哥，我以后再也不跑，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我是小爹。猴哥，把他一个人到这儿，不会出事儿吧？把他弄走，一会儿等他缓过神啊，好好教训他一顿，让他把嘴闭严了。你们不能这样。 爹爹，你们不能这样！人呢？儿子跟上！ 对不起有用吗？李嫣都跟踪2次了。我没想到秋虎回来，他的警觉性真的很高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现在杨七村的排查工作进展缓慢，方林又被你跟丢了。现在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林强身上，你算算还有几天的时间了？如果林强不能及时摸到制毒点，扑向物证，我们拿什么实施抓捕？ 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尽力了。我不要尽力，我要的是结果。要谁觉得自己干不下去了，马上打报告，从这组调走。喂。 三组出状况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老头贼得很，我们盯梢他时被他发现了，只能将他扣下，带回队里。我们也没敢审，等您下一步指示。 我们来，好。名字？吴振发。大点声。吴振发。知道为什么抓你来吗？唔知啊，阿 Sir。我係呢度嚟業㗎，我都唔知打咗邊個。秋虎給你打了100萬定金，生意挺好做。 国家严控蚂蟥草，你就趁机涨价。阿叔，你唔好行，你有咩證據先？印度嶺南的蚂蟥草夠判你10年的了，知不知道？阿叔，有乜事好商量？我真係一直財迷心竅咧。阿叔，我求下你。 你俾隻機會好嘛，阿 Sir， 你俾隻機會好嘛，阿 Sir。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交货之前，秋虎会派人认你脸，对吗？认脸的时候，警察跟你一块儿去。之后交完货，你配合我们，抓住秋虎。谢谢谢谢。倩倩，我可能没办法读大学了。会有机会的。赵师傅，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弘毅饭店吗？去之前啊，再等个人。等人？红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秋虎说今天要见吴振发，让我帮着看看。这发子呢，是我一老情，秋虎这层关系还是我给搭上的。 不认识吴振发，吃饭干！刚才车上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？哎，给记了，给记了。我再说最后一次啊，我是你的货车司机，今天跟你一起来跟秋虎的人认个脸，明天早上交货，钱到账再开箱，记住了吗？给记了，重复一遍。 我是你的，不，你是我的货车司机。明天跟秋虎的人在外面，钱一到账，马上开箱，对不对？还没跟光啊？好的啊。喂，放开我！老大，这家伙太不老实了，一会儿肯定得出岔子。吴志芳哪里人？邵州人。再来1个，在车上拿过来。是。风，老实点。 两位包厢啊，上面请。有冇搞錯啊？仲以為嚟個紐約，點知係兩個女咩啊？你係胡歌啊？哦，我不是胡歌，我是他手下。你是吴振发？人不对。嗨，是不对，我是吴振发的表哥。 发展人赌博欠了债跑路了，让我来帮他送货。那个谁不该呀、啊？他说这里很好玩，哪里好玩嘛？你们夸的快一点啊、哦！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没听过发仔说他有个哥呀？哎，都是一个乡下的了，一个村子里面不是姓吴就姓陈，两家离得很近。 我一把瓜子就到了，所以你们放心啊，发展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你放心，宾客来都一样的。你以为我们卖白菜吗？叫吴振发来。别这么耶，不要这个样子嘛，搞这样子，好。后面炖高鸡啊，公鸡。 哎，老家呀，搞唔掂啊！我冇借啊，你借嚟，借嚟我。喂，阿发，我是小红，你怎么不自己送货嚟呀？一班唔班得啦，一班都大陸啲攰落，咪一樣揾我。我攞表嚟咪一樣。 真辛苦啦，阿姐啊！阿 Sir， 點啊？條件俾你得唔得啊？啊！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你好，见过这个人吗？是，我找着了。对，枪也搜到了。 曹大，我已经去过他家了。他家人说他今天会来医院复查，但还没有见到人。护士，哦，您这症状有几天了？4、5天吧。还有别的症状？跟我回去，你帮我签守护了身份，警方一定会争取帮你减刑的。 什么完了？刚才是五派人来抓我，我已经告诉他们，我们现在是警察。喂，曹大，王建刚暴露了。 上了笑容，带刺玫瑰绽放深的红。不逃避，不沮丧，不怕膀下生风，追逐心中不灭的火种，向着爱，向着勇，向前冲。 触摸着茫茫人世繁华，落几痕宇宙的冰冻。你说你自作自受，只能深陷谎言无尽惶恐。注视着无尽时光。 善与恶的面孔，我想万物人无悔，即使找寻真相，有始有终。